7月30日，林志颖粉丝传来好消息，当下林志颖已经顺利度过危险期，小志哥安全了。消息来源是林志颖的大哥林志杰，他在得知弟弟安全后，第一时间空降粉丝群向粉丝报告这个好消息，感谢大家的陪伴与祈祷。他透露，由于医院管理非常严格，进去一个就要出来一个，所以连他都还没有进入病房看过弟弟。林志颖车祸后一共做过2次手术，第二次手术之后要经历一段器官功能恢复的时期，这期间会有各种各样的危险发生，好在如今他已经顺利度过这个危险期，有望在半年到一年内完全恢复行动能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7月30日这天是林志颖和陈若仪结婚9周年纪念日，也是林志颖弟弟林志鑫的生日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迎来这个好消息，想必对一家人都是一种宽慰吧。